赖院长在担任市长的时候，一直给我们一句话，就是“吃饭方得大”。好，那这句话，那翻译成国语叫做“民以食为天”呐。好，就是讲照顾民众，这个让民众有法度温饱，有民众有法度安居乐业，就是一个政府上大的责任。最高的、最重要的一个施政的目标，就是吃饭方得大，民以食为天。那我想我这边要首先要感谢咱协进会，我们和顺工业区的各位负责人啊，各位咱的当属定啊，咱的厂商的这个有将近600家的厂商，感谢您投资台南啊，投资台南在这边创造就业机会。都叫咱台南主定讲，咱家已经有17000个工作的这个人员啊，也说创造了17000个家庭啊，在家谋生。赖以为生哈，你家能够安居乐业。我首先爱感谢大家到处台南。好，那么那按咱过去咱啊，统统的台南的商业，大家拢想着讲南科，其实南科也就业人口，也产值虽然高，但是也就业人口才80000啦，而且它的就业人口一直是现在还往下降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自动化等等，所以现在变700几个，接近80000。那单单我们一个和顺工业区的总体面积蛮大，17000人啊，所以说其实咱有真多类似和顺工业区的这样的一个，它过去是都市计划工业区，无管理中心啊，没有管理中心，也没有专责的管理单位，伊不是像咱迄个阿美姐哈，负责的咱工业经济部工业局规划的啊，像新营工业区啦，哦，迄个南科工。哦，也是讲安平工业区有迄个专责的管理单位，也是讲像科学园区安尼，所以咱这款都市计划的工业区，其实更需要政府来照顾，更需要政府来费心哈。你会提不是专，不是专责单位开发出来的，所以在管理上、在基础设施上，往往也比较欠缺啊。这几年要感谢咱议员议会的支持。所以咱包括咱迄个经发局嘛，足努力吼，争取中央啊，包括咱议会、咱市府的配合款，将近要到8亿，吼，咱就专门针对都市计划内底工业区，吼，咱即款迄个无人无管理中心的吼，无专责单位在管理在那个的部分的工业区内底道路、排水等等，去争取相关的预算，吼，有些治水的，刚刚陈理事长感谢哈。你对咱的这个鼓励啦，有些治水的部分是为咱起款，也是讲去争取前瞻预算哈，希望就是你得透过这样的一个改善，让我们的工业区能够大家的厂商在这边能够安心的来投资，安心的来生产，好让来这上下班的员工也能够有一个更舒适、更安全的环境，今天你咱和顺工业区可以说是咱这款都市计划工业区的龙头。因为咱有600家，接近600家厂商，1300亿的产值，那17000个员工，所以讲这个所在也在恭喜咱，顺列为最重要优先，包括相关的道路、相关的排水，今天你咱这个服务中心，嘛是政府在议会的支持之下，今天完全起款，这个没有中央补助款，包括道路，包括这个。也用地啊，加咱这个中心的这个建设的经费，咱希望这个中心的落成哈，那可以提供给我们在座的各家厂商更多更优质的服务跟机会哈。那么我们也希望啊，透过这个服务中心哈，让咱家能够更安心的来投资台南，那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的环境跟机会。好，我嘛有一个期待啦哈，我认来维护者但是希望你的秘书长。消副局长继续努力哈，希望咱即马服务咱家都市计划工业区，咱差不多有40几个都市计划工业区哈，那里面都是没有管理中心，能够有协进会的只有少数几个工业区有，所以咱希望咱负责服务大家即马是一个股，经发局哈，将来能够很快的能够变成一个科，甚至一个处。也再来替咱的一个都计划工业区的这些厂商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。
包括公共设施的改善，包括相关甚至可以提升到像工业局那服务工业区来的抢修，那是科学园区啊，对于厂商的相关的研发啊，相关的税务等等法律的咨询，也都能够有所协助啊。啊，咱希望咱政府甲民间啊，啊甲咱议会大家共同来努力，好咱的厂商在这边能够更安心啊，经营的更好啊，有更多市府也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好咱大家业务啊，对生意兴隆。业务蒸蒸日上，啊，让各位厂家啊能够在台南安心的投资赚大钱，啊，也服务更多的市民。那再次的祝啊今天的这个服务中心的落成圆满成功，啊，让各位与会的贵宾，哎，大家心态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啊，赚大钱，啊，谢谢大家。完台就好姐，啊，阿弟家哦，安这服务中心哦，已经办32冬啊啦，哦。啊，今年一月初二党托兴建，哦，嘛，即下感谢各局处，各安尼，哦，安尼唐议员、唐秘书员，真个辛苦。伊伫咱遮即四冬的争取，哦，小弟安尼一直个，哦，拜托议员啊，同我走助，啊，开过差不多10多次会议，还有即个服务中心的基础，哦，啊，即个服务中心未来啊，拢有规划好啊，哦，拢会。哦，用个安尼厂商顶管服务安只厂商，啊，目前安和顺亚区哦已经有买甲580间个厂商，17000个员工，哦，去年产值已经达到1350亿，哦，这些规模嘛足大，当然带动的是安哦东洋集团伫阮即个和顺科技是一个领头羊，所有个厂商拢进驻了哦，哦，互伊做带头，啊，台湾遮所有个厂商哦，走向一寡较先进的一产品，哦，啊，伫遮讲事实的，这个服务中心为一月初二开始，哦，啊，我嘛代表会员，啊，几乎是逐天拢来遮关心，逐天来遮，哦，关心遮进度，啊，嘛足感谢安尼前方营造，哦，伊足讲事实的啊，去这栋厝伊是绝对了解啦，啊，但是伊嘛是收听啦，真正吼，阮这个服务中心起来，啊，阮遮厂商会当使用，哦。啊，真正要感谢的人真正足侪，现场足侪拢是安遮的厂商。但是唯一感谢我是安照安遮的厂商，是毋是安达安李莫燕市长在拍波啊？者是啊，我会特别安尼讲，哦，安和顺亚区，哦，即两冬来，恁公司头前会积水的饮水的，请你举手好无？恁厂商恁家平常心讲，等下你54人有咧处理啊？哦。村内拢有，村内拢有哦。伊即个厂商54人哦，伊阵做823的商饮水，啊，市府哦8月2日，佮带警察局、公务局、水利局各单位佮去会勘啊，哦，嘛有答应讲要来处理这条水沟啊，所以相信嘛无问题。哦，按前瞻计划，啊嘛去3100万，第一阶段嘛做了啊，第三阶段嘛后礼拜开始佮要动工，改善咱内底有5条点啊加。哦，啊，佫有2条水沟拢要改善，哦，所以讲实的，在座除了已经细个，我知影系我来处理，剩个应该安所厂商应该是无饮水啊，是毋是？哦，拍车无红无，真正都要感谢安尼莫燕市长，哦，伊阵个做水利局长，真正亲身来遮会勘3届，我来拜托，伊真正拢有做。所以讲实的，别人遐有饮无饮我不管，但是安和顺港区每一届。风台哦，也是西北雨、落大雨，讲实实，我会出来巡，我拢会出来看，啊，真正有当改善，真正，所以安遮小小讲实实，真正按日日当安尼，李莫燕这真正是好人，按真正日日当感谢，真正，这我家己哦，我说，我敢那搞，无中我当天安那无做啦，哦，啊个盖重要嘛是安尼，宝哥的手，伊做4冬，我做8冬。哦，拢总有12冬。哦，即、这个厂协会12冬来替咱争取有8亿外，有8亿外经费改善。相信大家看会到，安和顺街区内底所有店仔家，无人会比我清楚啦。哦，拢总40几条道路，安上少改善40条啊。40条伫即10几冬内绝对拢进步了啊。这是我会当确定的。哦，包括即卖路顶嘛是要讨前瞻计划，拢要改 LED。哦，这种是真正是警察局来台湾斗三工，包括工业局，伊嘛是拢有拨一寡钱来咱补助。
哦，所以按这个核心价，我唔敢讲我是第一名，但是按照你的做好，和咱这厂商，哦，只要你有一通电话入啊，哦，厂协会做会到的，包括市府各部门，绝对拢会全力去咱协助，哦，所以用咱上个大的功能来服务更大的厂商，哦，按这边厂商家己拍一下鼓好唔好？今仔是咱个人大日子，啊，歹势啊，一个啊用徛的哦，歹势椅啊准备了还袂够。我是等保险，吼、哦，啊，真正伫遮吼，我嘛真正爱祝按这个吼启用典礼吼圆满成功，啊，祝有所有的中冠贵宾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感谢理事长，我们再一次再介绍台湾电力公司黄。